6:375。下面是第二跳。第二跳完成的质量非常高，是一个手翻前十九板，7.0的难度。这次罗马尼亚的跳马项目应该说实力真的是很，就实力超群，两个选手都能跳两跳7.0，而且两跳的完成质量基本上都能上9.3，太不容易了。根据他这个完成程度，应该撼动不了德拉古杰斯库，但是也是可以争夺奖牌的。 对。腾空还是这个毛病，就是腿并得非常齐，但是他第一腾空是不是分腿的很厉害，非常非常厉害，空中的膝盖和脚面控制的不是很好。排第二了，现在俄罗斯的斯洛特修斯特科夫已经滑到了第三，所以说他现在肯定是稳获奖牌了。对，因为他之后只有一位朝鲜选手，现在主要是看朝鲜选手的表现，因为如果他，因为他有7.2的难度和7.0的难度，他表现好了能拿铜牌，表现不好的话可能就是第四，那么铜牌就会归俄罗斯的格罗特修斯特科夫。好，来看一下朝鲜选手李四光。多哈亚运会的跳马冠军获得者，在我们旁边的俄罗斯评论席呢，看，因为他知道李四光是将会对格罗特修斯特科夫具有一定这个冲击的选手，所以看到他失败以后呢，就感觉到会松一口气。他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是他应该以他的名字也是命名的。他做的是一个前屈两周半180，比德拉古列斯库跳要更难。对，因为他是用躯体姿势，这个动作是今年新增加的一个难度，他的分值是7.2。他前手翻躯体前空翻两周180，德拉古列斯库7.0呢是用团身，他是用躯体。这次朝鲜队跳马项目难度跟其他选手来说应该是都高，不管是男子还是女子项目，但是因为完成质量的不好，所以导致这次朝鲜队没有拿到自己预先设计好的奖牌计划。这次女子项目上就是这样，洪文珍她当时虽然能跳2.5，但是最后还是滑出了奖牌榜。只得了15.575分。来看一下第二跳。首先这个运动员千万不要受伤，这是最主要的。刚才慢镜头来看，他第一跳对他的好像有一点点脖子会稍微有一点影响。7.0，卢玉富躯体种员接躯体后空翻。第二跳也是采取的是一个7分的一个难度，对，但是基本上已经不会进不了奖牌榜了。现在虽然还没有把最后成绩打出来，但是我们看到罗马尼亚队的两位选手德拉古列斯库和科兹奇已经身披国旗，因为他们准备接受领奖。目前为止他们排第一第二，第三名应该是俄罗斯的，对，格罗特修斯特科夫。但是从慢镜头来讲，他的空中，这位朝鲜的选手的空中姿态还是保持的非常好，膝盖、脚面还有腿并得非常对。膝盖就是绷的并得也紧，而且脚尖绷得直，脚尖绷直的特别好看。可是落地也是有一些白腿，有些片腿，所以就是。